时候就可以有另外一个表情在哈，就是一种很得意的表情。对。哎，你昨天就开始不舒服了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晚一点讲哦，然后告诉你什么时候讲。对。你太高处我好背一点，能看到吗？我高一点，你好背。可以。你的背再弯一点，你就会晕倒了。接下来骑马，你知道吗？还上马。不能这么挺，稍微自然一点。你别碰我，别碰我！啊，真的。加油！加油！哎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我可以了。好了。撑住了，我马上就要到了。哎，人还是比工作重要嘛。要是下次会早点去。拜拜了。